网上花了280买了个大驼峰，等会跟我爸一起挑战一下驼峰肉刺身。爸，来尝尝新品。哎，这好恶心的，你这十分要了，你是给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给我吃了你？这驼峰肉啊，你没有看到《荒野求生》里的贝爷生吃骆驼肉吗？看着可香了。我在家用不到吃那个东西。那可不一定，说不定哪天把我妈惹急了，我妈半夜就把你扔到荒野上面去，提前让你习惯一下。来来来，靠近一点，我告诉你私房钱藏哪里。哎呦呦！别人是《荒野求生》，我和你家里怎么揍？赶紧给我做饭去。小时候以为骆驼里面全部都是水，没想到这里面全部都是脂肪。一点一点把皮干割下来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这太能割了吧！哇塞，里面全部都是肥肉，太硬了。哎，哎，太硬了。今天就不信做出来不好吃。我的妈呀，好大的烟啊。那你又在看手机，你好难上浮了。不会，我算着时间了，再说我不是在玩手机，我是在忙正事呢。什么正事啊？上次有粉丝问单身30年还有机会娶到像我这样会做饭的老婆吗？我说包在我身上，这不是正在帮粉丝看呢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给粉丝推荐的探探，专门脱单的，实名认证特别靠谱，而且找的都是附近的，聊得好的还可以见面。这么好，你不敢给我找个女婿？行行，我现在就弄，说不定还会划到我粉丝呢。那么大一片，现在变得这么小了。拿点纸来，拿点辣椒粉。爸，来吃驼峰烤串啦。嗯，好。嗯，你这黑不拉几的有点吓人呐。哎呀，你这要把我脑牙崩掉了。嗯，咬不动咬不动。不是了不是了，别瞎搞，三姐得拿去熬油呗。